可靠是我足早做经营的啦吼，因为迄当时，迄、那个阿扁阿爷出代志时吼，我想到遐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吼，大概像你像袂袂多多多，加这个可靠性吼，啊，佫唔是民进党哦，阿爸扁佫无共党，会当退出来，啊，讲话，啊，因的代言的迄个党主席啊，加阿扁迄个先生说，家己讲计袂使讲，伊嘛袂佫讲，伊干嘛讲？加讲，伊今日袂见做立委，嘛袂使无替阿扁讲话，即阵就互我配合甲五体投地啦吼。啊，咱来讲一个话，即嘛是啦吼。我配合成立即个电联会吼，甲两个主题啦，就是救命就救到啊。即、這个广告是所做吼，连我搭讲的迄、那个，头来讲大连的代志，迄就是救命啦。啊，配合即个一个话，即吼救到啊。一个爱东西嘛是卖到因要甲规个台湾要开放，要全部去办吼，长期处在签嘛。气势已经敢若拢伊个，伊拢伊个人，他伊个另外也拢伊个人。会当看你看在这劣势吼，会当对民间安尼有效啊，这样拼过来吼，真正是可靠性啦。转头拍拍走安尼，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可靠性，这个是真，但不可得的人才。啊，另外伊个含这个含阮朋友有气氛，就是讲，阮朋友支持阿扁总统，阿扁大家嘛知三级贫富嘛，啊，可靠性我们是二级啦吼，可能不到三级嘛不一定啦。但是我看伊个评估啊，这我袂看咧吼。这个靠背人吼，才会当知影讲咱基层人个辛苦。啊，若真正有摕到啥物款哩吼，才会当替咱台湾人做代志。啊，这靠靠是一点，下边同款，拢是真正是讲含咱做迄个创举。昨晚才去看阿扁总统，伊嘛是讲伊拢是为着要把这个老年金吼要赔吼。伫国民党伊伫遐优势的情况之下，会当讲三千块、六千块。尾啊，加一千块变七千块，讲行尾啊，这一千块都伊用伫遐管啊，啊人来啊看啊，是迄个啥物劳动局局长来看先，伊佫甲利用讲，即摆要选举，伊看甲加一千块，安尼会过，因为伊毋敢反对，当然国民党是反对嘛，是尾啊就过去啊。因为是讲，啊变啊当然说，甲解讲，就是伊像即个苦的人吼，伊讲伊毋是讲啥物，像连战讲，甲宋水讲，时间到要选举才拨你涂骹啦，因为我从细到大就涂骹生出来啊，我都。我唔是去亲土地，我是从土地结合在一起啊。啊，这靠靠是无同款啦，对，伊嘛是从含麦片安尼同款咧起来先哦。所以伊知影讲这个咱辛苦，伊知影讲一靠人来是咱台湾人，即个基层来会作歹过日子。所以含阿扁替咱政府做着流同款，伊就一靠会明个动作。所以今仔日台湾会当讲会当用这个太阳花学运，甲国民党整个引导吼，其实无话形容，我是感觉讲靠靠是啦。啊，但是袂随伊讲个，今仔台面上摕到好处个人，毋是靠教授，大家嘛毋知伊，啊，伊嘛是变做办法过一个教授，想要报告啊无一个路。啊，到我倒来上班个时阵，听伊讲迄个博款个代志，若选掉迄几趴仙个钱，就政党就几啊亿个钱个政党资金，咱在做做单党，靠教授有啥物报告，嘛是无欠经费，但是伊若选过，用伊个票一票三十块会当伊落。啊，咱遮要选的人，摕无百分钱，所以变作讲，愈行愈金钱政治去。要选的人无钱，啊，选掉啊，请愈侪人，请愈侪钱，愈侪钱，咱阁请愈侪人来甲支持，啊，阁选阁愈侪票，啊，变作讲，因拢另外伊规会当摕过来，伊做因的政党发展基金，啊，遮都要冒出来，遮新生儿摕无百分钱，所以我是讲，这足可惜的啦吼。这个广告收钱吼，这不是干咱台湾人，我感谢伊啦吼。哎，知影这代志，但是台语人看比较清楚。即摆有一个叫做赵少林，伊说当诶主任，带迄个杨丽达来看阿扁总统，啊，伊就是伫咧他妈在接熟识，啊，介绍我迄个含迄个广告是十股票来分。伊私下甲我讲，讲因台语人有一个 group， 要甲广告收杀做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。所以今天，对，所以我是讲哦，咱台面伫外面咧看，因看美国政治，看中国政治，看台湾政治，因看美国上清楚。伊讲台湾哦，可能干只靠靠就是台湾去啦。所以因台面人讲有要甲栽培，互伊看会当起来。你嘛请伊去美国演讲啊，哦，即可能别人讲个，我替你讲个啊。演讲唔好讲。无啦，就是爱讲就好。我讲，这毋是讲讲个见光死，毋是话讲。今仔日既然讲要予伊下当对头做代志吼，当然这个我先提落来。啊，若当然这个选到袂开钱，啊，就无使这人落去啊。我是讲，这个人才吼，咱先予做台南市长，发一届两届，
啊，再过来看什么？要管台湾，总统副总统。啊，你若讲台湾这段若别今年先，咱是要来互台北更加更加大一个。所以我唔是讲互伊见光死，互伊唔是，我是讲，咱就爱较更加替铺这个路去嘛，对无？我是讲这个啦，啊，你可能无人讲的，啊，我知影我先讲啦吼，啊，我当然讲了老废话，你若讲我讲的，但我意思是要甲你教训，是讲，人是认为讲伊这是总统人才，总统级别啦。我虽然有去领票要选总统吼，我阁无伊个迄个气魄啦，我嘛无迄个人才，我无就像安尼讲安尼，头头是道，政治甲经济吼，就是台湾 number one。我讲真个，我今仔是辩论会理事长，辩论会就干两个目的，就是停辩，就是停阿扁阿扁哩五年，要甲台湾变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吼，迄个叫做啥？阮辩论会听阿扁的话，阿扁啊总统第一个公开利益啊，用国务院内面讲要支持，要出来选的人，就是我同志。尾仔则搁打一寡迄个大陆趁这个计不用趁机卖，阿家有讲就是怪小文字，但是第一个上早大力推荐就是快东西，阿伊念之在兹嘛是快东西，讲最近立起来还没见面嘛，伊嘛甲你加变啊双击就对啦，所以阿扁也嘛做关心伊就对啦。啊，阮辩论会都开始要插进去政治，一个双击时，阮第一个办的是台南的造势活动，我伫清定大饭店办，一百桌，一百公里多少？阮内面讲上久的时间安排上久的十点钟，就是考教授。阮迄场基本就是为着考教授办的。阮辩论会全部全力动的，就是考教授。事后佫有人去留咧，佫做伊的义工就对了。啊，尾仔阮就较无，因为我伫彰化，我伫台北，所以谈较无清楚。但是台南有一个 group， 阮辩论会一直比较支持。所以是反观的吼，这个台北可能是姚文智民进党的啊。陈其迈，民进党的，因这个阿拉克里，虽然讲是比较偏台派，还是民进党。另外，搁一个蔡秀佳当里啊，啊，因进前也无像你考教授讲，敢安尼突破困难，替台湾讲咧一话，做一个代志，啊，搁做一个不讨好的代志，搁做困难的代志。啊，所以算起来，台南这点是真足重要。所以阮辩论会足支持这个考教授，啊，我家己编的台湾首富周刊，我嘛足支持偏主拢那个大爷的物件。啊，反正啊，都秀才人民是办章，阮就开当个念念，阮无讲像你讲个讲几千万、几百万来甲大家赞助，但是会使啦。我是讲啊，这个今仔日卖车吼，还不是用捐款章比较快啦吼。所以我是讲，阮辩论会全力支持报告书。啊，若过来要这个最后这一个月吼，若有需要，阮辩论会阮会去累吼。啊，看要安怎甲你配合安尼吼。啊，迄个阿扁总统也关心，啊，我是希望大家听阿扁，迄个总统这个人领导人，哪讲阿扁总统把这个看是报告书。即马目前阿扁总统点名可能是三个人尔，我才讲过。第一是柯教授啦，过来是陈其迈，啊，过来是姚文智，其他敢拢阿未讲着吼。啊，台面是柯教授上重要。啊，即柯教授伊毋是国民党，也毋是民进党，也毋是台联党。哦，之前虽然台联党，但是我心嘛毋是，我也只讲台联党啦吼，用台联党名去算的。即个人确实咱只大事啦。咱只上大个面临危机就是讲，因顶晚叫做连续垄断啦。那做生意有联络垄断，去有迄个啥物公平交易委员会来受益着吼。政治上嘛，他无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吼。国民党你知影害台湾的嘛对？民进党进前古早时代，民进党是叫做党外，给归台湾的阵。但是尾啊呢，伊伫摕到政权了，摕政权吼，愈国民党化了。啊，煞变成两个联络垄断吼，所以物件拢因讲的着准时吼。咱要做准备拢袂使，要公道袂使，要创啥拢袂使。所以因变做联合垄断，啊，第三档要出来足困难的。啊，其实吼，第三档上重要，你啥？要叫做多元化，我伫生物界叫做生物多元性嘛。你爱较侪档的是才可能出来吼。那讲咱后期有较进步，就是后期做一国的嘛。啊，中国啥人未进步，中国就是统一嘛。愈侪不同的思想的是愈会刺激嘛。当然政治啊两个大档，剩下的小档吼，都很悬殊的，就唔是讲一个 spectrum 排列下来，不是的。都不成气候，为什么推不出完嘛？啊，提不出来，变成讲拢因顶顶完了，啊，因顶完人，因愈修改法律，拢对因愈有利嘛。啊，即边特别拍法是，那真就是需要这两党以外啦。啊，目前台面上要选的吼，这个五都六都吼，都干那快东西是这两个以外啦。所以讲台湾那边拍法，这个政治垄断吼，金权政治吼，这个阿哥是那个统派的政治，其实民党已经变统派了，民党变小统派了，这大统派是小统派了。
要垄断这个，要打破这个垄断吼，我想可能也是只是可能到时这个人才有法度。其他人吼，你看选一个刘伟吼，有限，有限，你北区的刘伟要创啥？但是你若有拄到拄起来吼，会当行。啊，另外一个足大意义就是讲吼，阿扁总统是台南出来，那佫会当对台南佫出一个吼，类似阿扁总统这类人才出来吼。啊，佫台南是咱的所谓古早些的所谓的古都啦，咱的文明吼，台南是一个发源地吼。那对压起来吼。台湾要从头开始吼，就从台南从头开始。啊，台南从头开始吼，可能就是要比我先可能先到就做准。所以呢，当我起来吼，我想有点类似台湾的心声啦，就是看了一囡仔生出来了。哦，那所以一方面是用迄、那个，可能就是教授一个伊 credit 讲当初对头拍片干呢，就是讲为了咱的未来。哦，啊，当然会不会是讲的吼，讲咱是后盾吼，啊，这点我是无同意的。后盾要创嘛，起来要创啥？爱做前锋啦。哎、欸，我来矫正一下吼。咱不是后盾徛在边，啊，对头是其他这种啊，防拍啊，不是。咱不是后盾，当然后盾人拍咱会甲停的，无唔对，但是前锋更重要，所以大家徛头前，哦，伊边边安尼指挥就是。所谓指挥官，拢也标榜指挥官更加前面，哦，所以咱唔呐，给他后盾，应该是我们是当了前锋。我希望这个台湾的新生从靠高雄的动转开始，啊，希望伊。但是就是一个的行政局，哦，啊，过来，过下一步，安尼不但台湾建国都一天成功。